受伤的这段时间，有时候一个人在家走路拿东西很不方便。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超易手臂式拐杖，真的是解决了我的困扰。扶手式设计，通过承托手臂帮助我们前行，不会伤害到腋下神经。铝合金材质杖身，整体很轻，但是很稳固，承重性很好，不怕断裂。实挡伸缩，可以根据身高自由调节。握把加了防滑橡胶套，贴合手部。底部是防滑鎏金脚套，雨天也能放心出行，轻松上下楼，可应对不同路面。可拆卸成两段，出门携带很方便，收纳也不占空间，平稳支撑，伤后康复，祝你同行。